自从咱开工开放办事，从来毋捌发生过这个代志哦。你是有做啥代志去违背太祖爷公啊？对，老夫人们讲，啥物灵调袂着，我就讲真有可能是阿无死。这代志都袂当讲的，讲讲出来啦。活动到底啥物时阵要开始啊？现场的人应当较少分来。那呢，由我甲小轩来做伙做评审，咱活动正式开始。范姐，这里有问题。你这个啊，有非常开过，而且顶挂无应阮公司的音啦，我怀疑这里有非常避讳。你莫走啦！你对这里有动过什么卡手？讲啊，你到底想？先过这个代志哦，你是有做啥代志去违背太祖爷公啊？对，老夫人们讲，啥物灵调袂着，我就讲真有可能是阿无死。这代志都袂当讲的，讲讲出来啦。活动到底啥物时阵要开始啊？现场的人应当较少分来。那呢，由我甲小轩来做伙做评审，咱活动正式开始。范姐，这里有问题。你这个啊，有非常开过，而且顶挂无应阮公司的音啦，我怀疑这个有非常避讳。你莫走啦！太子爷公叫一点点，你来讲讲出来，你袂当违背咱办事的原则。事实有结束是无？你是谁？你对这个动过什么卡手？讲啊！你到底谁？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我看什么看？快听啊！快啊！